提起中医外科，人们或许一怔，中医有外科吗？事实上，中医外科治疗经验的积累，早在数千年甚至数万年前便开始了。砭石、石针之类，充当了中医外科最早的手术器械。经过了漫长岁月，到了3000年前的周代，中医外科已经作为专门的机构而设立。周礼中的阳医就是指外科医生。春秋战国时代，医学大师们对以往的中医理论和实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最后完善天才的记载于《黄帝内经》之中，这里当然包括了外科理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指出，《内经》作为一部医学理论著作，不但对外科化脓性感染的病因、病理、诊断、鉴别、治疗原则、预后等做出了概括和论述，而且在外科医疗技术、手术治疗等等适应症的严格规定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呢，就是一些在九针基础上改成了这种带刃的针这针有好多种，有斜刃的，有挖刃的，有平刃的这个呢是钛合金制的这种挖刃的针，钛合金的上面还有一个小缺口，小缺口，它是能做很多矫形手术。比方说那个小，能顶他开刀的那样的，对对对，很多的手术的是吧？这个呢是做髋关节的比较大一点的，是吧？这还是侧重核心的，这个像这种呢是做腰椎间盘的，这是一种微孔技术，这是在中国原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个。列子记载，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而治之，投以神药，既无如初。这里指的毒酒，显然是有较大麻醉作用的药酒。扁鹊将病人麻醉后剖胸探心，手术后用上中药，痊愈如初。狮子记载，战国时秦国一个叫伊构的人，能为病人切割痤疖，治疗痔疮以及背部的肿物等，是一位医疗技术高明的外科医生。西汉医书记载，那个时候的病人直肠内长了痔疮或瘤子，堵住了肠道，医生就用狗的膀胱套在竹筒上，插入病人的肛门中，吹胀后将直肠中的患部引出，然后用刀割去其巢，敷上黄芩，再将直肠送回体内。在中医来说，它有它的足够的长处和优势，因此很多病人在受最小的痛苦、最小的经济负担而恢复了健康。就像我们这个东方常于定性，西方常于定量，所以我们在定性的基础上把它定量化。这种中医的手术，它的可以这样一个定位，属于高思维的范围。那么高思维和高科技的它之间有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比方说要用很昂贵的设备来解决一个问题，那么用一个不昂贵的一种方法来解决一个问题，那么可能这种不昂贵的方法解决得更好。那么这个更好是应用了高思维，
那么在中医的很多治疗，它都是一种告诉你的。这个医学呢，我想跟这个怎么说呢，科学啊，包括我们的艺术啊，我想都不能掺假的，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发生您这个病的情况啊，很严重，我已经就是说常常是带着我这种很疲惫啊，而且非常疼痛的这样两条腿呢去拍戏，已经坚持了很多戏了。我原来以为是关节炎啊，或者怎么风湿啊什么，但后来呢好像这个成分不大，那后来照片子呢就肯定就是股头坏死。最近睾丸呢，他患的是股头无菌性坏死，那么已经发展到二期的晚期了。当时他在法国和在欧洲这些国家呢就诊，那边就建议，他说这个骨头就不行了，应该换一个人工的髋关节。那价格，这个医疗费是昂贵啊，且不说，就是这个创伤也很大。那么换了以后呢，能不能再从事这种演艺啊？他经常要有武打呀，要等等这些啊。那么都很难受，身体的这种重要哈，真是身体要是垮掉了以后呢，你有什么抱负啊，或者有什么想法都很难实现。越来越发展严重，已经不能行走，不能再继续工作。今天我有幸来认识黄教授以后呢，那么他给我解决了根本上的问题，我想。那么这个手术呢，他可以调整它的关节之间的位置，可以减去它这个骨内的一些高的压力，可以吸除它那个坏死的这些液体、组织液体，同时呢，给它组织生长的隧道给它打通。经过了一个月的治疗，症状基本消失。再经过一些中药的调理和手法配合和康复配合，那么就能够活动了。那么治好以后呢，他就拍了大宅门。黄帝内经成书后，不仅有效地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而且奠定了中医各科的理论基础。在《黄帝内经》的指导下，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著名的医学大师。在外科方面，华佗便是杰出的代表。华佗，字元化，公元20世纪至30世纪初沛国谯人。沛国谯即今天安徽亳州。华佗年轻的时候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通晓医理医术，有官员推荐他为孝廉，请他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而专心医学和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一带，留下了大量治病救人的故事。《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医案数十则，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产科、儿科、五官科、针灸科等，充分显示了他在医药上的造诣。这个在华佗之前，中医啊，他也有手术，因为华佗的手术绝不是从凭空跳出来，它必须有前面的基础。那么最早呢，记载就是扁鹊就做了不少手术啊。扁鹊不光它是针扁之道，那么在一些手术当中呢，曾经提到了换心术，但这个我想可能是夸大啊，因为这个换心脏这个事情是可能民间的一种夸大。那么但是在手术当中呢，像一些接踵溶疡、骨伤啊，像这些手术呢，
那么在当时来说呢，应该是比较容易。消毒方面呢，他们都知道拿锅把那些器械啊都煮好，煮的时候拿那个布同时煮好的包上啊。那么这消毒方面呢，说明他们已经懂得用一种高温呢、来进行消毒。到了华佗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飞跃，因为他之前的手术记载的不多，但是从一些出土的针具啊这些来看呢，他有不少是一种带刃的，要能够切割的这样的一些针具。那么具体的这个真正多的记载呢，还是在华佗。华佗的时候呢，是开始把坏死的肠子洗干净啊，然后再拿针线缝好。华佗以高超的外科水平名扬天下，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华佗于1700年前就发明了麻醉术，其手术麻醉剂麻醉散更是举世闻名。《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如果病人病症结于体内，针灸和药物治疗都难以有效时，华佗便先让病人以酒送服麻醉散，即刻病人麻醉无知觉，于是剖开病人腹部切除接种。如果病在肠胃，便切开肠胃清除病急的秽物，然后缝合起来敷上膏药，4-5天后创口便愈合了，1个月内完全康复。医学大师陶元芳在《诸病源后论》中说，佗之为治，或枯断肠胃，涤荡五脏。华佗可以清洗五脏，真是神奇无比。从麻醉散到枯断肠胃，这一个当代外科手术的画面，却发生在中国的1700多年前。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指出，当华佗成功地运用麻醉散对病人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他国家的麻醉术尚处在摸索阶段。那么那个时代欧洲的外科手术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在手术前，先要用棍棒把病人击昏，或者割开血管放血，直至病人昏迷后再进行手术，并用烙铁来烧灼血管止血。常常没等手术结束，病人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西方医学家能够实施全身麻醉进行手术，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比中国足足迟了1400多年。所以，华佗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术进行外科手术的人。美国学者拉瓦尔说，一些阿拉伯权威提及吸入性麻醉术，这可能是从中国人那里演变来的，因为华佗曾运用这一技术，把一种含有乌头、曼陀罗及其他草药的混合物应用于此目的。史书记载，华佗用麻醉散做过肿瘤切除、皮切除、肠胃吻合等大手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麻醉剂和高难度的外科手术能够达到这样令人惊叹的水平，不能不是中国医学和中国古代文化的骄傲。华佗发明了麻醉散，那么麻醉散呢，是造成人的全麻，然后在无知觉下进行一些手术。那么当时记载，这个孙子有开府，有骨伤，孙子呢有开颅。那么到今天这个一些中药麻醉呢，它同样呢也参考了原来古代的方子。这个中药的麻醉的时间呢，要比西药麻醉时间长得多啊。它是像洋金花，
郎当碱这样的一些药物在里面，那么他的麻醉的时间很长。华佗不仅在外科方面，就是在其他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也同样不愧为一代神医。他采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及类似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患者的病症。有一人不能行走，用车推至华佗处看病。华佗点按病人背部的穴位，病灸压及上下，当场使病人解脱了痛苦。华佗真药并用，治愈了李将军妻子的死胎病。有一妇人患寒热病多年，华佗采用了非常特别的治疗方法。农历十一月冬日的一个早晨，他让病人坐在一个石槽中，用冷水灌淋身体，灌了70次，患者冻得全身发抖，几乎要死。病者家人害怕发生意外，要求停止，华佗不同意。灌到80次时，患者身上冒出热气，热气有2-3尺高，直至灌满100次，然后用火温床，让病人躺下，盖上厚被子，不久汗出病愈。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的故事流传甚广。关羽，三国时蜀国大将，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一次战斗中，关羽右肩中了一支毒箭，毒素倒在骨头之上，请华佗前来疗伤。华佗毫不迟疑地割开了伤口的肌肤，露出了骨头，然后用刀直接刮去骨上的毒素。而关羽连麻沸散也不用，显示了一个硬汉的特征。专家认为，华佗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尤为重视，并身体力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华佗说，小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说的是通晓养生之术的人，就是年龄到了100岁，看上去仍像壮年一样，当时的人还以为是神仙呢。华佗总结并创造了五禽之戏，模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专家指出，五禽戏时常操练可以强身除病，如果身体有所不适，练一练五禽戏，一出汗立即感觉轻松。史料记载，华佗的弟子吴普时常练习五禽戏，到了90多岁高龄时，仍然眼不花耳不聋。凡阿遵循老师华佗传授的养生法，活到了100多岁。河南许昌历史名城，在它负载了历史辉煌的一面时，也记下了中医史上悲惨的一幕。曹操患有头痛晕眩病，屡治不愈，十分痛苦。听说华佗医术精湛，便征召他前来许昌。华佗运用针刺疗法，手到病除，治好了曹操的顽症。因此，曹操非常想把华佗留在自己身边。但是，华佗立志为天下百姓治病，寻医千里，岂能只为一人？于是，托辞妻子有病，
以及回家取药方为由离开许昌，一去不返。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华佗，又令当地郡县官员将华佗遣返，然后偷偷派人查看，才知道华佗不愿意成为刺衣。曹操一怒之下将华佗投入许昌监狱。在狱中，华佗知道曹操不会放过他，他抑制住悲愤的心情，夜以继日呕心沥血，整理了三卷医学著作，题目为《青囊经》，希望把自己的医术传下去。书稿完成后，华佗想把它交给牢头，可牢头不敢接受。在极度绝望之中，华佗把书稿投进了火里，无情的火焰吞噬了一代宗师的理论精华。这时牢头才觉得可惜，他扑过去抢，可惜只抢出了一卷，是医治手病的。一代名医华佗没能留下完整的医学专著，是我国医学的重大损失。曹操的谋士荀彧曾经请求饶恕华佗，曹操不听，竟残酷地杀害华佗。曹操大约没有想到，他杀害华佗的这一刀竟重重地砍伤了中医外科。在曹操的罪过中，当属这个罪过最大。后来曹操的爱子聪明的丞相人曹冲病重，曹操这才后悔不迭，连连说着：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将死也。我不该杀了华佗，不然这孩子不会活活病死的。为了纪念神医华佗，在安徽亳州华祖庙中有一副对子：医能枯父，使别开奇圣门庭，谁知玉立庸才，致使遗书归遗句。世贵洁身，岂谢氏奸雄左右，独汉使臣屈比，反将燕氏谤千秋。